加入会员抢先看整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哇哦，太阳出来了！哎，菜市场耶！菜市场。乌镇呢，也是一个好多蔬菜的地方，萝卜是其中之一啊。听说萝卜很清甜，在这里。要不要买点东西吃？好 ，OK，Let's go。三鲜包里面是肉馅吗？是，里面是一碗肉馅的啊，猪肉加猪肉。猪哦。猪肉啊。好嘞。啊，小心啊。有辣酱、辣油，辣酱、辣油，还有辣酱，小心啊，小心烫啊！哦，好，谢谢你。走走走。可是他没有卖喝的东西。豆浆。都好啊，豆浆豆浆豆浆，热的啊，还有这个要两块，两片，对，谢谢。有没有豆浆啊？豆浆，豆浆，豆浆，豆浆在这里。啊，谢谢。豆浆要甜还得咸的。三碗甜的，三碗咸的。哦。这边是粥哦，白米粥，白米粥，豆浆都有，哦，茶叶蛋啊，佢再前少少，好的，生油，有分子，里面有没有蟹？有的，有什么啊？里面有甜的，猪肉，芦笋、葱花，外面是糯米，哦，这。我们只要看完之后再回来啊。你好，你要吗？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早上特色的糯米饭团。糯米饭团，糯米饭团。糯米饭包那个。包那个肉松咸菜。哦。都有的。蛮好吃的。好啊，有啊，我吃一个。吃一个吗？吃一个好吗？好，谢谢。这边是煎饼。这个蛋液啊，然后小麦。蛋液哦。蛋液。哦，哦，行吧，也要一个，好，嗯，看看他们怎么做嘛。啊？再加点葱花好吗？好。然后再加点芝麻。可以。香一点，对对对，你觉得怎么好吃怎么弄？好，特别好的。这多少钱啊？这个是十块钱一份。十块钱，十块钱，一整个是两份。哦，好，好谢谢，好谢谢，好，好好好好好。你哋买咸豆浆，三个甜，三个甜。哦，好。甜的是我们这边的特色。特色、哦、，OK。好。我小的时候，我爸常常带我去尖沙咀，有一个店铺，就是咸豆浆。对，那还有这个咸的吃饭。七碗。好，四碗拿过去，那么这个小盆拿两碗。啊，嗯。这样啊，手指在这里，自己拿一下，先看啊。嗯，好。好。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辛苦啊。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回去那个西西的嘛。嗯。我觉得十点开车走是最理想的，对吗？你觉得？那九点半吧，九点半回去，好吧？好，我们就是九点到九点半，我们就有结论了。
的营业额啊，什么有没有奖金啊之类的。哇，阳光出来了，太阳出来了，支持我们了，支持我了，太阳波波也支持我们呢、啊。这个决定好，风和日丽，不如去摇一下艇吧。这个提议也行，走了，走了，走了，去去去。看到了，在那个，对对对对，是吧？加油！谢谢，好，谢谢。走，下去抓。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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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水，下水，走，走。走，很舒服的。哇，这个画面拍下来，对。哇，享受一下一刻的宁静、啊。嗯。那你有没有那个演戏的心得，也可以告诉大家？也不是告诉大家。其实我跟你一起拍电影的时候，我们都常常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常我们都要拍一些要哭的戏啊。但是我们几个人拍电影的时候，怎么可以在一秒就从没有眼泪到有眼泪？对，就是抠喉了。哇，这个眼泪就马上出来。还有一个前辈叫就是擦一些驱风油哦，我听说过，在那个手拍上面，就拍之前哇，在前面扬一扬，然后就一二三，哇，眼泪就掉下来。如果没有这个油啊，他们也会准备那个 wasabi 芥末，吃的那个芥末 wasabi 啊，啊，马上的眼泪就会涌出来。有。哇，这个其实很多方法，很多技巧的，要很轻松啊，没压力啊，然后就要入戏啊，做好准备，做当经理，服装方面也要配合现场的环境啊，嗯。听起来你的声音很沉重。对，哎，白净重的有。你我只是一个小工嘛，啊？你的心呢？升了，升职了，升职了，当经理了，光宗耀祖的了。那每个人都好像很开心的。对，这毕竟过来就是一个园区，然后就有很多古旧的建筑物。还有吃的，还有这个民宿在附近，所以过来就是一个放假轻松的心情，所以真的很感谢谢总刚刚教到我，就是要一个轻松，放松，放松，对。好了，就我们现在就工作了，还有我交代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啊，我就确定。30份套餐，套餐啊，套餐。我再说第三遍，套餐，套餐，没有单点。好了，现在就去准备你的萝卜糕了哈。啊，我们在这里做，喝茶嘛。经理，我们那个怎么改名？怎么那口号？你帮我想想嘛。要不然不够明亮哦。陈总，你刚刚说的点好，但是你自己慢慢投入那个饮品当中。去想一个点出来就更好，然后就客人呢喝起来的时候就充满这个经理感情。哎，我经理，经理，我哭了，经理，我怕陈总会哭出来的。我看他是哭不出来。好了，一步一步来啊，先从这粥
粥的部门说起来，粥捏方面就有什么特色呢？好吃。你当我傻的？我没有当你傻，经理。然后呢，你的粥会只有一款还是？其实可以做两款，是吧？ Wow. 我们买了鸡肉跟猪肝。哦。啊，是什么粥啊？什么鸡肉生滚粥，还有猪肝生滚粥，也可以鸡肉猪肝生滚粥，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我还是沉思在那个口号当中。为什么那么纠结那个口号的问题呢？以我的经验是，我们上次卖那个加上口号是整个感觉都精细程度很强烈。如果你不想想那个不对啊，你不没有这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啪啪啪，没有这句话就一直在弄，也没有气息的、啊，没有那种。我们在附近那个店铺从来就真的没有听过有一些声音。声音啊，妈妈妈，我会小声一点啊，换另外形式啊，不一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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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样子啊。啊，你也可以唱歌，一直唱歌，一直表演，然后就一直暴打。要不要跳舞啊？非常好，因为在乌镇这个地方，很多表演者嘛。对，这个我不懂啊，经理。我抱的时候就不能分心呢去做其他的事情啊。对对对，也是，专心一点去做也好。我跳的时候我就会这个动作会停下来，我那个抱打的时候我就不能跳。哎，惨了，经理啊，不如反过来我还是帮你吧。他把这个柠檬的停了，那怎么抱打呢？没，我们报答的方法不一定跟上次一样，可以是另外一种报答方法。你刚才讲是变唱歌不是不行。志玲啊，喂啊，还是第一条啊，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了，好不好呀？他这个速度好像差不多了。各位，这个表演好看吗？就是萝卜糕做之前的一个心情。OK 啊，好辛苦哦，要不要帮你啊？好呀，你就切这个事，我进行下一步吧。好，好了啊，辣肠，切条是吗？对。哦、oh, ，哎呀，好香啊！好香啊，爷、yeah. ，一闻到这个味道就想起家的感觉。对，过年的时候有这个萝卜糕，哇，香港特别流行啊、哦嗯，糕，步步高升。对对，还有加那个 XO 酱。对。杰林啊。差不多做完了，啊，OK 了 ，OK 啊 ，OK 了。我听说今天有一个朋友过来啊，谁啊？我没有听说过。谁啊？一个肥仔啊。肥仔？对啊。肥仔会来吗？你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啊。我都是啊，不知道，可能是。梦梦吧，哇，肥仔就过来了，我听到你好像说这个肥仔过来了，我当然，我的头发，我认识最久的当然是春哥了，春哥，我一直以为我是很后面才认识他，但我后来发现我好像在那个我的第一场的 showcase 的时候，演唱会他有帮我录啊，那个 ID， 所以我想应该是朋友才来录吧，但那时候跟他不熟，但他有帮我录，就很开心，就是表示认识真的很久很久了。对，有没有想过他们就是做餐厅的，做一个这样餐，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应该是手忙脚乱吧。你说要吃大家可以吃，要做菜也可以做，但是营业经营一个餐厅，那应该是还是要有一些就是逻辑吧，跟习惯。那我不知道他们做的怎么样。对，卓西很会煮嘛，我知道卓西很会，卓西是非常会煮的。到了，第一次来乌镇，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节目？可以来个鲜肉万高吗？啊？拿着吃啊，要放袋子的。拿着吃。这个纸可以吃哦。可纸可以吃啊？这咋了？都可以吃吗？可以吃。纸也可以吃哦。你弄点纸啊。试试看。我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谢谢哦。你好，打扰了，可以来个乌梅汁吗？冰的，冰的。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哦，烫，清爽，哇！最好吃，哦，这也好吃，这个不会晕船吧？好的，哎呦，我要自拍一下。有。哦，这水很冰耶，舒服。你说小陈有没有叫我干活、哦、那也只能干了、啊、怎么办？我这个人非常注重这个辈分之分的，他们叫我干嘛我一定做。我好比我小叫我做的话也会做，也会做。来还是想体验一下，就是真的坐一个快餐车，这种餐车这种感觉吧。对，所以我来的时候过这么爽，我是有点过得这么开心自在，我有点吓到，不太像我参加过的活动或者节目。好，吃饭了，来来来，不要客气啊。好，这个辣椒看起来很好，什么都拿一点啊。你看我们都饿了，你看我们，我胖帅啊，看着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很惨？啦哩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啦啦哩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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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就准备开工，还没有定价格。李氏经理，你说说呢？
套餐有什么？套餐里面有萝卜糕、三滚粥、暴打鸳鸯007、冬柠茶，是汽水来的。汽水，哇，看听起来很好喝哎。暴打柠檬007，为什么不是暴打007？不用讲柠檬哦。对，暴打007，不错不错。你们粥啊，萝卜糕不满的口号想好了吗？想好了吗？嗯，志玲，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啊。名，我的名字就是 XO 酱萝卜糕，可是口号我没想到。很坦白。对，那你报答007就是报答007，也没口号。这个你很响亮啊。我也觉得我的很响亮，的确很强的。XO 酱XO 酱萝卜糕，报答007007。XO 酱萝卜糕，萝卜糕，大湾仔生滚粥，报答007007。我们卖东西还要说话的，你知道吗？一定要讲话的。对啊，看情况咯，看情况咯。如果没有太多客人的话，就要喊出来。同意同意，减低大家的压力。压力哦。对。上次你们做多少钱啊？算是最厉害啊。啊？5000吧。我看卖10块8块的东西，我们卖了5000。那很多，500份。这一次我们就不是讲究这个盈利啊。所以股东，你觉得刚才我们的那个套餐，你觉得定的价格是？哦，萝卜糕，豆那个汽水，汽水加一个粥。什么暴打007啊？你暴打007，然后一个粥，还有我的萝卜糕。对啊，那个外面都卖30-40块啊。听听我们的粥是什么粥？粥是一个生滚粥来的，里面有什么？鸡肉还有猪肝。哦哟，那这40块是不是太少了？太小了。对，股东说太小了。太小了，不是因为有是你的粥里面有很多料啊。那三样加起来，我们套餐嘛，你我觉得是68块一个套餐。我好，没有好奇，像这个他这个羊肉面一碗多少钱？有人知道吗？我觉得10几块而已，这个起码20-30吧。如果他能卖35块，我们绝对可以68块。我真的绝对有信心，真的可以。不能太贵了。68。40份啊？30份？40份？30到40份，好吧。喝的东西可能人会比较多。但是单点吗？他啊，对啊，你不是单点啊。哇，但是如果那个萝卜糕啊跟那个粥，然后就又分开又下单的话，很复杂，哦，没有人帮我。难怪你说要套餐。对啊，用那天那个方法啊，123123啊，一就是萝卜糕，二就是粥，三就是那个爆柠檬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昨天的经验，你不要一个卡上面写3个字，他买123你就给他123，3张。他要两个东西啊，背个脚，哎，拿回去吧。你到会拿过来，哎，你少什么？我少这个，对吧？我就收回去了，不给你了。哇，很复杂，不复杂。哎，潘帅可以帮你一起写这个东西，收钱那方面。哦，对于那数目字啊，或者是那个你敏感吗？对，还可以，还可以啊。那还好。我会帮忙点菜也 OK 啊，就是做。对对对对对对，招呼客人，叫卖，请进，请进，请进。对呀。啊，对对，你是股东就收钱就好了，你给他收钱是才有这个感觉嘛？对啊。那所以就是分为这个单点呢。啊，现在也变了单点了。经理说的，好呀。我的那个要30块，三十，三十，
然后粥是二十。我一定会比你贵啊！我这个粥，对啊，我觉得是、啊。OK， 为什么要比你比大贵呢？粥那么大碗，它的那成本谁比较高？粥的成本比较贵。对啊，那四十，我三十。然后饮料，二十。二十必须的。Hey Siri， 定价多少才算合理？合理啊！叮叮，Siri， Hey Siri， Siri。来，经理来，经理，哎，大家好啊！我们呢现在准备备菜了，但是呢，那个现在还是最重要定这个价格，然后就我们邀请我们重量级的投资人，就是跟我们考察，我去考察，哦，去啊，也好呀，好，我等下，那好，你们先坐，我回来，好啊，哇，又去吃东西啊，好，现在我们还有。想在那个表演当中呢加多一点点这个元素在什么元素就是希望你们用自己的那个炉具或者是工具然后就配合加多一点 emotion 声音出来就希望你们投入多一点情绪在那个表演当中嗯令到所有的时刻就感觉到就是本来肚子很饿想找一边的东西吃他们还没有做好再找然后就要求他们快一点快一点能不能再加多一点快一点快一点然后就你们觉得啊有很多时刻过来所以就赶快弄好食物、okay. 明白到最后把所有的食物捧到我的面前我就感觉到很开心吃过以后就表达嗯终于达成大湾仔的业做大做强遍布全国那个感觉 Yes sir 所以每一位表演者收到都要投入自己的角色找到那个情绪再来一次来试试好简简单单试试我们在煎东西啊粥大湾仔的夜做大做强遍布全国谢谢啊对 OK 完美我觉得你们两个那个打叉枪那个有点潮疑哦过了有没有点潮耳就尽量就不要一起就是不是有点这种有高低轻重好我轻点你大点打配合打配合不一定是每次是敲敲那么重可以只是敲几下你们默契可以加强一点高低轻重非常重要啊可以啊你最后那个面试那个在哦好表达多一点很好就有现在都很好但是怎么扣好一点再扣细节啊对我回来啦回来了他多少钱呢粥25块 XO 酱炒萝卜糕25块然后呢但是呢那个饮料的价钱我看我走过来就是大部分都是十几块可以有交代有交代25 25 15
对，非常好。今天我们在乌镇正式开业了啊！三二一，有没有信心？有。好，大丸子开工。喂，要东西吃哦。没什么生意的。是吗？对。要不要喊一喊这个口号啊 ？XO 酱萝卜糕，吃完抱你步步高。口号，口号要大声一点啊！好运滚来！哎，来了来了，快点！好吃的，吃完再来。但是好像一个人都没有来。萝卜糕，步步高，越来越短了，我的口号。你好，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暴打007，007啊！喝完不生气啊！上滚桌，来来来！哎呀 ，XO 酱啊！哦，哎，你好，你好，你好！那我们分别有就是饮品，暴打柠檬，还有就是那个粥。还有这 XO 酱萝卜糕啊，下单过来我这边。想要那个爆打柠檬汁，两个咸柠七，两个咸柠七，一个萝卜糕，我们要一份，每个要一份，好。给我看看可以吗？就一号 ，OK。哎，坐，快点，我坐好了。来，再煮啊！啊，再煮啊！你以为没生意啊？我真的以为。你干啥？你偷？我不敢的，多难啊你！我不敢煮太多哎。快点！好快了。你们的东西齐了吗？齐了。啊，好吃吗？好吃，好吃。好吃，好，谢谢。你们觉得怎么样呢？我们觉得都得噶，都得嘅，都好食噶。OK， 你是哪里人啊？我系广州人。哦 ，OK， 喜欢吃就好了，谢谢。嗯。今天天气真的太好了。天气好。哎，吃得开心吗？很开心，这个很好吃。这个粥很好吃哦。还有别的呢？那其他的萝卜糕也很好，萝卜糕很惊艳。那个007，小心小心啊！好，这是完美了，完美完美，100分。太好了，我们要价格，加价吗？加价，马上加价。007是我们的这个暴打007，是这个汽水跟这个酸梅啊，还有一些东西的结合。然后这个好运滚来粥，吃了好运滚滚来。哎，说一下萝卜糕，步步高升，好不好？好，高升我也喜欢。都来吧，四位可能一份不够，每人一份，每人一份啊，哦，那绝对够，那绝对够，小朋友可能吃不了那么多，你们要先两份试试看，如果不够再加，对，对对对对对，好不好？就是这样，两份，好不好？各两份，好。你们今天怎么会来乌镇？因为就是对这边的文化挺感兴趣。第一次来吗？不是，我是第一次。感觉怎么样？很美，挺好，烟雨江南的感觉。这边就是这两天天气还挺应景的。哦，但是这里有一个这样子这么温暖的地，你们目前感觉怎么样？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旅行在外经常吃饭不太规律的，就刚好这个时间点特别饿了，然后进来吃点东西。所以一定要吃我们这个好运滚来粥，是吃完就好运。来来，所以就是收到你们的祝福，我们就更加对对对对，好，这太棒了。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好。我这杯这个好像有点问题。什么问题？越喝越苦，因为它柠檬
弄到下面会越来越苦。这个有点受不了，受不了是不是？对，跟其他的跟我老婆要喝起来有点不太一样。好好好，稍等一下哈，春哥，有人说这个有问题，什么问题？说有点苦，我们要给他换一杯吗？还是一杯新的？你说不好意思，跟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没有调好，所以我帮你换了一杯，所以希望你喝喝看，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帮你喝掉。我好渴哦。你要在这里看我喝吗？对，我怕你还是不满意嘛，对吧？我要安心的让你好好的品尝，然后我再离开这。好的。这次好像可以。好，感谢，好不好？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让你尝到不合适的口味，希望这杯比较好。收工啦，谢谢光临，谢谢，拜拜。加入会员，抢先看整片，尊享超前彩蛋、会员加更版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全力发挥，成日做，从未坐低。中午整个牛肉米，夜晚炖煲猪腩仔。大湾仔为我全倾心，曾痛过放命欢欣，明见丑一笑成光阴，抬头望见红日远路上接近，寻梦万里是一缕渐渐靠近。